今天要分享的是本人我们宜兰的新月影城，算是我们宜兰少数有可以让你加购那种电影周边的商品啊。虽然我那天发现他的会员卡好像没什么用，对，哎，好了，算有点用啊。就他的活动啊，他的店铺142的活动，你在现场，他只要用199加购就可以加购这个杯子，然后跟一瓶饮料，还有这个公仔，然后可以在当天免费用杯子一直续喝饮料，还算不错啦。但杯子是这样子，算是一个很基本的小型杯子啊，然后是单面的，上面这边可以让你放公仔，侧面看是这样子，然后再就是主要介绍公仔本身了。公仔就是半身的公仔啊，跟威秀之前介绍那个全身的比起来，明显的大一点。然后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它没有长出脚，可能被红坦克撕掉了吧。而且这边为什么是一个这个的 logo， 而不是史诗的 logo？ 下面是既不是 X， 而是一个十字。它腰间这个 logo 好像怪怪的，头的部分是不能动，后面是这样子，侧面这样，上面这样。然后这只手是比一个这样子枪的姿势，这是一个赞啊，算是一个。然后下面有 Dempu 的一些英文 拉力拉力的可以看啦、啊。而且因为我这一组我本来想要开箱时，我是想要找出一个适合这个公仔大小的小脚，然后再做出他那个第六感追系列里面那个 N 字腿的姿势啊，但因为一直找不到那个适合这个公仔的大小，所以就作罢，就直接分享给大家看了。Dempu 我们宜兰新月的公仔算还不错啊，有兴趣朋友有去新月看电影，可以顺便加购。